没有洗澡，洗澡就好了。草本炒个三鲜的吧。可以，这个你拿。我炒个炒河粉。什么炒河粉？我看一个辣椒。三鲜的，十块钱的。
汤面。四川家的梅羊肉。对。他们卖什么手工碗的，卖的没有的，卖的麻面啊。拍啥？拍抖音呢？美女要辣椒吗？要一点。来一个，要两个，两个。这是烧烤，八十。玉米你不要辣椒啊。这只加肉的是吧？不加鸡蛋了哈。哦，加鸡蛋了。四十块，十六点。不要，不要少少一点，可以放青椒，青椒可以放，青椒的。